因为我觉得咧，即系信仰同心理学学、精神科学有好兴好有趣嘅关联。咁佢听到我咁讲之后咧，佢就话咧：如果你接受呢个精神分析啊 ，if you go through psychoanalysis， 佢话咧 ，you end up not being a Christian。佢话咧，即系冇可能你会继续相信上帝嘅。点解啫？因为咧，心理分析认为咧，相信上帝系幼稚嘅心理嘅投射啊嘛。佢认为呢个系一个projection of your infantile wishes。喺 subconscious 啊嘛，咁我听完之后咧，我就梗系不以为然咧。In any case， 我后来都冇再接受心理分析啊。个问题咧就系当时系咁谂噶，即系当时咧佢哋觉得咧，即系信仰咧就系你一个心理嘅 projection， 一个投射啊。一個投射咧，就係因為你自己insecure， 覺得咧即係冇自信啊，咁所以咧你需要一個無限有力嘅父親上帝嚟到保佑你。呢個係 Freud 嘅講法，係所有 psychoanalyst 當時都係咁睇法噶。咁啊，而家唔係咁睇法啦，即係感謝神啦！過去嗰25年嘅裏邊咧，精神科有一個好大嘅改變啊，就放棄啲咁樣嘅諗法啦。無論如何，個講法係咩啫？無論如何，講法咧就話咧，所有嘅人咧，佢講嘅嘢都唔係完全冇道理嘅。所有嘅人咧，其實都需要敬拜一樣嘢嘅。你話咧，我唔拜神，我唔相信神嘅，相信神咧係無聊嘅。你唔知道其實你信緊第二樣嘢，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即係你唔信神咧，你就覺得你自己好善咧，我最威水。其實你信緊你自己，或者你信緊第二樣嘢啊？呢個咧，我哋不能夠逃避嘅一個現實嚟嘅。我哋不能逃避嘅一個現實咧，就係你唔信神咧，你就信第二樣嘢噶啦。你自己唔知嘅啫。所以今日話自己冇神無神論者咧，佢唔係真係無神論喎。不過佢個神係我哋嘅神，佢嘅神咧係佢嘅主意。佢嘅神咧系佢嘅信嘅金钱，佢神信嘅神系佢自己嘅权力，明唔明我意思啊？吓，好啦，咁呢个咧就系魔鬼嘅第一个策略啦。魔鬼第一个策略咧就系叫你唔好去信神，叫你去信第二样嘢。咁佢信第二样嘢系乜嘢咧？通常咧就系叫你信敌基督。信敌基督咧就系信。我記得咧，我以前有個同學啊，好似講過呢個例噶啦。我去英國考試嘅時候咧，我見到一個好威水、好有錢屋企、好香港嘅大家族嘅一個人。咁我去，我唔記得點解嗰陣時去揾佢。Anyway， 去揾佢，咁佢咧就同我話：佢話考試啊，考 MRCP 啊嘛。嗰陣時我哋去，咁啊，英國考試好得意噶。Anyway， 佢話咧。佢考之前啊，佢考試之前啊，佢識睇風水噶。佢話佢睇風水咧，佢要睇咗一輪之後咧，佢就喺個宿舍裏邊咧，佢將牀咧調過個位啊。啊，佢話咧調過位，即係佢話咧嗰個牀咁擺咧個風水唔啱啊。咁所以咧，佢將個牀調過位，調過之後咧，佢話好靈啊，第日去考咧果然就過咗啦咁樣。咁我心諗真係好笑啦。其實很多人都講我聽嘅，我另外有一個人嚇，佢後來咧就好失敗啦。不過佢曾經有段時間屋企好有錢嘅，佢同我話咧，佢爸爸發達點發達？佢爸爸頭頭做生意咧，成日都失敗嘅。後來嗰人同佢話咧，喂你門口嗰棵樹唔得啊！佢話你門口嗰棵樹唔得啊！你斬咗佢，好似話斬咗佢啦咁樣嚇，種過去第二度。佢斬完之後種過第二度咧，就哇即刻發啊！好多人都咁講噶嚇，有人同我話咧，你去澳門海裏邊突出一嚿石出嚟噶。佢話頭頭嗰、那個。
嗰個姓何嗰啲家族咧，去澳門搞賭場嘅時候咧，唔係好掂嘅啫。後來咧，那個風水佬同佢話咧，嗰、那個石搞壞你個風水啊，你將嗰個石移移得噶啦咁樣。咁呢啲唔知係真係假啦。不過 anyway， 我想同你講咩啫？我同你話你唔信神咧，你梗係信第二樣嘢嘅。我嗰個朋友啊，無神論者嚇，屋企大家族咁聰明咁有學問。嘅一個人去英國考試啊，佢都要移張牀啊！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好多人咧就覺得自己冇神，唔使信神嘅。我你哋啲基督徒啊，真係啊諗嘢唔通啫。我話俾你聽啊，撒旦嘅策略第一個就係以敵基督嚟到取代真神，叫人不拜真神。呢個係個心理嚟嘅，第一個策略。第二個策略。就是我先讲个策略，另外一个策略啦，就系、是、咧觉得佢好靓啊！敌基督系好可信噶，佢可以误导人噶，因为嗰个假先知咧，佢会行神迹噶。第三个就系诱惑人啦，你觉得咧金钱同埋咧名利好值得去贪爱，所以你就去。接受佢啦，所以咧魔鬼系三个策略，第一个借用你嘅借用你一定要拜一样嘢嘅心理，借用你相信佢好灵嘅心理，借用你贪爱呢个世界嘅心理，用呢三个策略嚟到迷惑你。咁呢三个策略咧，启示录咧就用两个怪兽同一个淫妇啊。咁啊，嗰個我哋又唔會講啦。第十七章嘅時候咧，十七章、十八章嗰度講嘅。咁啊，冇法子講到嗰度去噶啦。咁啊，所以咧，佢就用呢三個策略嚟到迷惑我哋。咁啊，今日我哋講頭嗰兩個先啦嚇，好快咁講過頭嗰兩個。好啦，咁啊，撒旦嘅三個助手咯，第一個就是海裡上來嘅獸啦，呢個敵基督啊。咁啊。第二个咧就系地上上来嘅兽啦，就是、个假先知啦。第三个咧就是、个大淫妇。第十七章、十八章嗰度讲，我哋今日唔睇嗰个啦。好啦，我哋睇呢个兽先咯。我一齐读啊嗱，海里上来的兽吓，我又看见一子兽啊，从海里上来，有十头、十角、十个角、七个头。十个角上戴着十个冠冕，七个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脚，口像狮子的口。那条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并都给了他。我看见兽的七个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致命伤，那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很跟随那子兽，他们都拜那条龙，因为他把自己的权柄给了兽，又拜那只兽，说谁能比那只兽，谁能与他交战呢？龙又赐给那只兽夸大的亵渎的口，又赐给他权柄，可以任意行事四十余个月。他又准许与圣徒作战，并且得胜，也赐给他权柄，可以制服各支派、各民族、各语言、各邦国。凡住在地上，名字在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嗱，呢个咧就系第一个兽，呢个就系敌基督。第二个兽咧就是假先知。好啦，咁啊，敌基督咧就十角七头，十个冠冕，咁表示佢咩啫？表示佢好有权柄啦，好有能力同埋好有权柄。咁、那个撒旦咧就比呢个兽咧大有权柄同埋能力啊。一般咧就系、是、好明显咧就系一个强权嘅统治者、政府或者政权啦。即系意思话咧，佢用权柄同埋能力咧嚟到说服你，等你咧去拜佢。一个头咧受过致命伤，却活过来，像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咁点解佢系敌基督啫？因为佢要似基督噶嘛，佢要有一啲系神嘅特性噶。咁其中个特性咧就系受过伤，然后咧活过嚟嘅咁样。好啦，咁啊任意行事四十二个月，就系1260日啦。就系佢呢个咧就系约翰经常用嚟咧预表呢个时期嘅。咁呢个四十二个月咧？就一般的解法咧，就话呢个系教会时期的代表。时代派的人咧就话咧唔系，系将来即系七年灾难之后个三年半。
咁呢個我哋以前提過，我就唔再講啦。好啦，咁佢咧就迫害聖徒，勝過聖徒喎，制服各邦各國各民族啊，凡不拜真神嘅都要拜他。意思话咧，你唔拜真神就唔系等于你无神啊，而系咧你拜第二样嘢，通常咧就系拜呢个敌基督。通常唔系通常添啊，系一定要。意思话你唔拜神咧，就系拜敌基督噶啦。It's either or， 冇第二个解，冇第二个，冇第三个选择嘅。好啦，咁啊假先知咯，假先知我哋或者好快读过啦。我又看见，我读啊，我又看见另一支手从地上上来，地里上来，睇下两个角。如同羔羊，说话好像龙，佢睇嚟好似羊咁，即系好似耶稣基督咁，但佢讲话龙，咁即系假先知啦。意思话佢喺第一只兽面前施行第一只兽所有嘅权柄啊，即系佢有咁样嘅同样嘅权柄，并且使他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致命伤而被医好的第一只兽。致命伤而被医好，即是好似耶稣从死里复活咁样嘅兽，即是嗰只嗰个敌基督咯。呢个地里上来嘅兽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使火从天上同天降到地上啊！他得了权柄，在第一只兽面前行奇事，迷惑住在地上嘅人，告诉他们要为那只受过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一个像。又有权柄赐给他，让那隻兽的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你看几犀利，他做一个假的像出来，为那个敌基督做一个像，叫人去拜他。叫人去拜他的时候，那个像居然能够讲话，又能够有生气。那你如果是想象一下，你说今天呢，人去拜活佛，很多人去泰国去拜活佛嘛，要拜咩面面观嘅佛啊之类呢，就点解呢？咁你个曼谷名，你曼谷有个佛係个都要去睇㗎。那个理由呢，就因为呢佢点解啫，话佢好靓㗎嘛。咁点解呢？就因为呢你睇啦，呢个就係个预表啦。佢话呢啲人咧，有時咧需要睇一個像啊，見個像咧就可以拜啦。而且呢個像咧有好靈嘅，有奇能嘅，所以咧要去拜佢。嗱，咁你睇到咧呢個咧就係用好 graphic 嘅 language 嚟到形容啊人嘅心理啦。其實聖經嘅裏邊咧好特殊嘅特別嘅説話嘅。OK， 咁啊，然後咧佢話喎。他又使众人无论大小富贵自主为奴啊，都在右手或者额上有一个印记。这样除了有印记、有兽的名或者兽的号的人呢，否则呢都不得买或卖。你睇嗱，你要做生意呢，你要有个印记噶。如果呢你唔可以买或卖，所以好似而家咁樣喺中國咧，你要聚會，好似而家咁樣聚會，你要登記嘅，你要去宗教局登記啊，你要登記喺呢個三次教會嘅名下，咁你先可以聚會嘅。你入去咧，要有個錄像機影你個相啊。咁之類啦，咁如果唔係咧，你就唔可以辦學校，唔可以辦書店，你唔可以辦所有其他嘅嘢。所有國家慢慢都就嚟要咁樣噶啦。你如果唔係歸於佢嘅話咧，你唔可以買賣嘅，你唔做得生意嘅，唔可以生活嘅。好啦，咁啊呢度咧就係聖經裏邊咧最其中一個最困難嘅地方啦。在此要有智慧啊，讓有悟性的人解開獸嘅數目。佢個獸嘅數目咧有個數目嘅喎。他说因为这是一个人的数字啊，那数字是666，咁啊，即系咧叫做，即系咧呢个就系666啦，666咧就系兽嘅数目，咁啊圣经嘅里边咧2000年嚟解圣经嘅人咧就都唔知嘥咗几多嘅时间嚟到解究竟666系点样解法吓。究竟咩叫做666咧？呢個字究竟係呢個數目究竟係咩意思咧？咁我哋一陣或者好簡單咁講一講。好啦，咁呢個假先知好威水嘅，
看起来像羔羊啊，说话却是龙咯。咁呢个唔使我讲啦。佢嘅使命系说服人去拜第一个兽，能够行大神迹、大奇事啊，好灵噶佢。所以你唔好以为咧灵嘅就信得噶，你搞清楚呢样嘢吓。好多嘢都可以好靓噶，好靓咧就唔等于咧你可以信佢啊吓。好啦，咁啊说服人为第一个为第一个兽咧做一个像喎。咁啊呢个其实咧就系、是、约翰咧就refer to 当时罗马帝国的一个事实嚟嘅，咁啊，罗马帝国里边有一个王叫 Augustus， 咁佢咧就叫人咧做一个像啊，做自己佢一个像，咁叫人去拜佢，咁嗰个咧就系第一个，即系你可以话咧，约翰当时第一个，即系佢碰到嘅咁样嘅现象啦。咁其实我头先已经讲咗啦，而家未必一定有人叫你做一个像嚟到拜佢，但系咧。佢都係想整一個 image， 你嚟到順服佢、說服佢、說服你去拜佢。咁所以咧，呢、這個就係當時嘅假先知要做咯。個假咁啊，哦，咁咧呢個 Augustus 咧，佢做咗呢個像之後咧，佢就要羅馬帝國裏邊咧有啲 priest 咧嚟到鼓勵你去拜佢噶，所以咧佢要有一個假嘅宗教咧嚟到做一個嘅支撐嘅，所有嘅政權都需要有咁樣嘅做法嘅，都需要有佢自己嘅權威權力，另外咧有一個支持嘅系統嚟到幫助佢咁樣。咁呢個咧就係人嘅問題啦，嚇咁好啦。所以咧舊新約嘅裏邊，啟示錄嘅裏邊咧就話咧有一個獸係政權的基督，另外一個獸幫佢咧假先知，咁啊說服人咧嚟到拜佢。呢、这個像竟然咧有生氣會說話，你話咧神蹟奇事咧就唔係淨係基督教先有嘅，第二啲都有嘅。佢就命令所有嘅人在右手或者額頭上邊必須有一個記號係666。咁啊點解咧？咁好多人咧就話六六，因為咧你因為咧呢、这個羅馬嘅數字，即係好似英文嘅數字一樣啦。你可以將佢即系字母咧，可以将佢数字化嘅，譬如 A 变做一 ，B 系二咁样吓，一路数落去啊嘛。咁啊 ，X、Y、Z 就系24、25、26咁样咯。咁你可以将佢咧所将你个名咧，即系数字化之后加起佢噶。咁啊，好多人咧就嘥咗好多嘅时间。咁一般人嘅讲法咧就话咧。以前嘅人嘅講法咧就話咧，六六六咧係尼羅王啊 Nero 嘅個號碼係六六六。咁你翻去睇睇書解啦，我唔講啦。一般嘅人咧就話咧，其實咧就應該唔係咁樣講嚇，我認為唔係咁樣講啊，不然。没有记号的人就不能做买卖，意思话你唔用佢，你唔信服佢咧，佢就控制你，等你冇法子可以生活，你冇法子生活，咁你就唯有拜佢啦。咁样咁呢个咧就系所有政客政权都系用咁样嘅方法嚟到收买人嚟到拜佢噶啦。呢个咧就系敌基督同埋咧假先知嘅做法。好啦，咁啊好清楚啦。咁呢兩個獸係人取代神，人要自己做神嘅一個做法，要以權柄同埋能力嚟控制人啊！要人人拜敵基督，有假先知為助手，能行神蹟、行奇事嚟迷惑人。不拜獸嘅要受迫害、被殺死；不公開承認佢政權嘅，不能夠過正常嘅生活。好啦，咁啊，我嘅解釋係咩咧？我借唔係我解釋啦，我借呢個其他人嘅解釋係咩咧？七係完整完全嘅數字。咁六咧就係、是、差一啲嘅不完整、不完全嘅數字，六六六咧就係、是、perfect imperfection， 明唔明我意思啊？咁呢個咧就係六六六嘅意思啦，即係話咧六六六咧其實就好似係想係完整，好似神咁，其實咧佢就係不完整嘅咁樣嚇。好啦。咁呢個咧就係我睇完好多，我咪上一次俾人睇過，即係好多我睇過七本書嘅解釋咯，即係我認為呢個係最好嘅解釋啦。好啦，咁啊，我哋睇下咧其他
聖經嘅唔係淨係啟示錄嘅裏邊先講呢個基督嘅喎，有聖經裏邊其他都有講噶，譬如好似帖撒羅尼加後書咁樣嚇。因為那日子以前啊，即係最後嚟到耶穌嚟之前咧，那日子就指耶穌嚟嗰日子，必有叛教嘅事，並且有不法嘅人，就係、是、敵基督咯。那沉淪之子啊，叫不法嘅人同沉 lawless 啊嘅人同冇上帝律法嘅人同沉淪嘅人要出現啦。咁呢個就敵基督咯。那敵黨者、敵黨神者，高抬自己超過一切稱為神明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为神，这个呢就是帖撒罗尼加后书保罗使徒保罗形容这个敌基督了。因为当时帖撒罗尼加的人呢就说哦耶稣就来了，耶稣就来了，保罗就跟他说未有牌未来。为什么呢？因为那日子之前必有不法的事出现，有个敌基督要来的，那个人呢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明的，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这个就是我刚才讲了。很多人就说呢，如果摸神的殿，摸了耶稣的殿，于是呢时期派的人呢就说呢一定会将来重建的，就是现在都很多人讲了，他说你看呢 Trump 开始要將嗰個 embassy 咧搬去呢個耶路撒冷，咁就係咧第一步啦，即係將來咧就耶路撒冷咧就變成呢、這個以色列嘅首都，以色列嘅首都之後咧，佢慢慢以色列人咧就會攞翻呢個聖殿，起一個聖殿個山啊，嚟到起呢個聖殿噶啦，咁呢個係而家啲人嘅講法啦。咁啊，係唔係咧？就係個討論啦嚇，究竟咧係咪將來？咁如果係咪最好咯？即係如果你見到咧，即係以色列國重建聖殿啦，咁你就知道耶穌好快翻嚟噶啦，因為咧呢個係舊新約嘅好清楚嘅預言啊嘛。咁耶穌自己都咁講噶，馬太福音第四章嗰度講：當你們看見先知但以理所說的，先知但以理，其實先知但以理已經有講呢、這個，我冇用先知但以理嗰段經文嚟解俾你聽啊，用耶穌嗰、那個嚇。耶穌話：如果你睇見先知但以理所預言嘅，那施行毀滅嘅褻瀆者就係敵基督咯。站在聖地，站在聖地即是站在聖殿的裏面，所以他說讀者經的人要回憶，耶穌說你讀這段經文的時候你要知道我在說什麼。咁佢意思即係話咧，當你見到個敵基督企喺聖地、企喺聖殿嘅裏邊嘅時候咧，你就知道啦。因為假基督和假先知，嗱佢已經講咗咯，敵基督同假先知啊，將要起來顯大神蹟、大奇事，如果可能，要把選民也迷惑了。咁耶穌都咁講啊，耶穌都話咧，呢、這個敵基督同假先知要嚟噶，嚟嘅時候咧，佢要企喺呢個聖殿嘅裏邊啊，自稱為神啊。好啦，咁啊，約翰咧就佢喺寫呢個啟示錄之前咧就寫過約翰一二三書噶，佢又咁講喎，佢孩子們啊，如今是末世的時候了，你們曾聽過那敵基督者要來，現在有好些敵基督者已經出現了，已經出來了。咁即係點解啫？即係意思話咧，唔係淨係一個敵基督嘅，好多個咧都會嚟。當然最後嘅時候嚟嗰個係最犀利嗰個啦。不過咧，而家就係約翰一書嘅時候，即係寫約翰一書或者話寫啟示錄嘅時候咧，敵基督已經有啲出咗嚟噶啦。咁我要講咩啫？我就話咧。敵基督已經嚟咗好多個噶啦，不過將來咧確係有一個要出嚟嘅，嗰、那個咧係最偉大嘅，而且咧有個假先知有好多出咗嚟噶啦，不過將來咧有一個咧係會出嚟嘅。咁我哋應該點睇啊？結論啊，時代派嘅人認為耶路撒冷嘅聖殿將要被重建啊，然後末後嘅敵基督坐在聖殿之中自稱為神，呢、这個就係時代派嘅人嘅講法。一般解經家咧就認為坐在神嘅殿中係預表敵基督自稱為神嘅啫。
并不是真的说他要坐在圣殿里面，是用这个坐在神的殿中来预表他自大自称为神。我们呢其实没法子清楚决定哪个解释是对的，那等着看吧，将来真的个圣殿出来建成的时候，你咪很快知道呢耶稣就回来了。圣经认为人基本的问题是一个信仰的问题，不是经济、文化、心理或者健康的问题。这个圣经的看法，圣经呢这些不是问题，不是说呢不是世界没有经济问题、文化问题、心理问题、健康问题，不是这样解的。而是说呢最大的问题、最基本的问题是一个信仰的问题。个信仰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圣经认为凡不敬拜真神的，其实都是在敬拜自己，或者敬拜敌基督，或者其他偶像。这个呢是圣经的看法。圣经认为呢不拜神的，为什么人不肯拜神呢？因为人要拜自己，或者自己认为是真的神。罗马书里面说呢人不要拜神，所以就自己做假的偶像来到拜他。所以呢人一定要做偶像出来拜他的，因为偶像可以是一个真的，可以是一个瓷整的或者金整的，开了光之后呢就是变偶像。但是呢亦都可以是金钱或者是名誉或者是性欲或者是其他的东西。人总要拜一样东西的，这个就是人的心理了。凡不敬拜真神的，其实都在拜第二样东西。第二个结论，圣经预言撒旦知道人不肯敬拜真神，所以敌基督要来也已经来了，利用人拒绝敬拜真神的心理因素，用强硬专制独裁的政权叫人敬拜敌基督，加上假先知行神迹奇事的迷惑，使用大淫妇世界情用的诱惑，敌基督、假先知和大淫妇就是假的三位一体了，来到迫害教会，抵挡真理和迷惑世人。咁我哋基督徒点样同佢作战啫？基督徒要需要以神嘅武器嚟到装备自己与撒旦斗争啊！启示录里边话：弟兄胜过那条龙，是因基羔羊嘅血和因自己所见证嘅道。虽然至于死，他们也不爱惜自己嘅生命。三样嘢咯，第一，羔羊嘅血代表咩啫？代表我哋藉着羔羊嘅血带嚟新嘅生命啊，圣洁仁爱生命嘅见证，呢个系我第一个武器。我哋接受咗耶稣基督嘅血，有咗新生命之后，嗰一个圣洁仁爱嘅生命嘅见证，呢个就系我哋嘅武器啦。第一个武器，第二个武器，自己所见证的道，圣经的真理了。我们用圣经的真理来到生活，来到跟人家说话。这个圣经的真理呢是自己所见证的，意思说呢要经过自己消化之后活出来的真理才是你的真理。你自己没有接受这个真理，不消化的真理呢讲出来没用的。你听很多人讲道呢根本就是不知道自己讲的什么的。那个理由呢就是因为他讲的那些东西呢他自己没消化过的。所以自己所见证的道，意思就是说呢圣经的真理是要经过你自己消化了活出来的真理，才是可以成为你的器皿。第三个就是至死忠心的勇气和付出。这三个就是基督徒和撒旦作战的三个的武器。撒旦用三个策略，借用人不肯拜真神的心理，用这个假先知的迷惑，用世界的诱惑，用这三个的方法来到跟我们斗争。我们用三个方法来到回应，第一个是新生命带出的见证，第二个是自己所见证的道，消化过的道理的武器，第三个是我们自己的勇气。英雄了，美国现在发生的事情不用我说了，中国现在发生的事情不用我说了。撒旦与教会的争战不断重演，越演越烈，一直到耶稣基督再回来。曾经一段时间呢，譬如好像中国即是慢慢好了，美国好像慢慢好了。我其实我头一来美国的时候，80年代呢，我觉得美国真的不错的。过了这几十年，真的觉得呢
系唔好唔使讲咁多啦，你自己明啦。好啦，咁所以话咧，撒旦同教会嘅争战啊，不断重演噶，越演越烈啊，直到基督嘅再回来啊，末期末后明显咧系越来越近啦。我盼望咧，我盼望咧，我哋有啲嘅警醒。好，我哋就讲到呢度。咁啊，今日有冇新嚟嘅朋友？我哋欢迎你啊！有啊，嚟过噶啦，哦，好啊，我哋仲有冇其他新嘅朋友嚟到？冇咧，咁我哋彼此欢迎，我大家企起身欢迎大家，自己欢迎自己，欢迎大家，系啦、啊，多谢你嚟，多谢你嚟参加我哋嘅聚会。好，咁我哋起立，我哋唱三一颂。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生灵当赞主人，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阿门。我得由领受祝福，但愿我哋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但愿我们上帝的慈爱，但愿基督耶稣圣灵的启示和沟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日一直到永远。阿门。阿门。阿请坐，我哋默祷之后散会。哦，唔系，报告啊，对唔住，哎呀，我哋唔记得报告添，报告交翻俾主席。